突然买到一张票，那在工程室后面，原本没有要来的，然后是从梦迷的手上买到这张票，然后是王迷跟我面交，形成一副很奇怪的画面。谢谢这位球迷，让我能坐工程师后面。今天是工程师第四季开机第一场，这是新北国王，普通我们都会开场，去年太烂了，所以今年来国王这边才是我们的第一场。带大家进去一起看，帮工程师加油。来，穿着全新的球衣，工程师第一场比赛，这一季的第一场比赛开始。看我们的衣服还是蛮干净的，没有看到新的主题标、赞助标。第一节比赛正式开始。高国豪，好队。单打啦，拜托，全部都要知道富国要打。Defense! Defense!
是八号朱允豪防守犯规，光队边线球。宋老师，你也要进步啊！第四季了呢。工程师，请求暂停。请求暂停。新北大三点，节奏一起来哦！对 ，point， 他们，工程师，请求暂停。场上跟新北国王一个最大的接球赛，很习惯了，三月三。Let's go！ 跟着节奏一起跳的 ，Let's go！ 地分，地分，地分 ，OK， 地分。冠伦要干嘛？冠伦要干嘛？冠伦要干嘛了？大荧幕。等一下呢，我们邀请各位跟我们的微笑社小姐右转一起拉出你的弓箭。希望呢，等一下我们的禁卫军们呢可以射出一颗颗的三分红星。进入第四节，熟悉。看第四年了，我心脏强大。打手枪，手枪打不进，国豪拜托有了。单打右边 ，roll， 每记都靠国豪，这样不行。低分，要爆要爆。真的还看不出来什么战术是做给射手在外面投，92-74，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怎么追分。低分。
球犯规。光队请求暂停。好熟悉的歌，好熟悉的歌。Roll, fire shooter, roll, fire, fire。二十秒进攻为例，西美光精彩的防守。Shoot! Shoot! 有！得分！得分！得分 ！Number eleven， 皇家坦克王柏芝。邀请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一起倒数来迎接我们主场第一场胜利。最后比数1-87，我们球迷值得更好的，拜托，改变啊，劝举到底改变了什么？不懂。最始终的球迷现在来新北也不敢穿紫色的了，就一般上班族的下班的样子，真的要担心球迷流失。劝举 OK， 你看球迷的衣服都劝举了，再下来以后都穿国王的球衣进场帮工程师加油。我真的看不懂这些，我都不会用，我只是讲自己爽。没有看到 DJ 上，就上他去参加一个 DJ 的比赛。对，我记得 DJ 的，担心是不是？对，有点担心。对，看到有感情了，没有看到你们会不太习惯。他会来，他会来。好，今天就好，因为舒豪的加入，然后在这上面，就是我们想要让整个皇家的氛围感更重。啊，因为我是狮迷啊，所以我不太懂国王的应援。我的部分就是比较属于我们现场的氛围，然后红队的部分，它是负责就是球员的介绍、进场、裁判的，比如说像犯规啊，或者是规则。霹雳国王主场的第一场，觉得今天晚上谁会赢？今天是我们新北国王的主场，在新中城堡。不用想，当然是我们新北国王。Let's go King Crown City， 新北国王 ，Let's go！ 海林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这次来到新北国王的主场，那我感受到最大的两个升级，第一个就是球场上方的大荧幕，这个荧幕真的清楚很多，再也不用眼睛眯半天看不懂上面在播什么。那第二个有感的升级应该就是林书豪的加入，那豪哥真的蛮稳的，该打的球都会进来，然后也可以带动其他队友的得分能力。场馆内还有美食区，还有一个儿童游戏池可以让小朋友玩，周边商品扭蛋区，还有一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，厂商的活动都很丰富。觉得现在新北国王就应该只差一个吉祥物，在赛前或者是比赛场中带动气氛的吧。那回到比赛的部分，工程师第三节被多得了20分，进攻会失常，但是防守突然崩溃，真的不太应该。那用我自己 IG 限动写的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这样下去，客场的狮子军还会有人要去当受虐儿吗？然后像这场比赛愿意喊的就是这些人了，防守只有我在喊，连拍手其实声音都很小声。我其实真的气不是气在球队还是教练啦，我是气在我觉得我蛮舍不得这群去客场的狮子军，
我觉得我们这些球迷值得更好的比赛内容。我觉得我们的球迷都很棒，都会愿意主动应援的，真的是蛮不甘心的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拍摄的关系，所以我不够认真看球，就是差了20分，我还是看不到什么射手出手的机会。有要追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福伯来练了4场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要给他练手感。那其他球员这几个月练的就不是等于白练了。我实在很难想象某些球员，比如说阿广、于轩的齐敏，那他们被登陆了，然后他们在场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上场，要输50分吗？还是要赢50分才能上场？我输难想象他们的心情啊。今天也在场中间看到很多市民熟悉的脸孔，大家都忍不住杀过来，虽然坐得很散，坐得很远，没有办法一起应援，但看到各位真的蛮开心的。下周就是我们主场的开幕战了，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，不管怎样还是要帮工程师加油。那希望球队真的能改变。 We are 新竹， We are Lions， 下周见。